Isang bisang angan merko alas. Isang bisang angan merko saya.新庄区出现一名疑似因为压力过大而变成僵尸的案例，出血症状呢是全身发痒，甚至皮肤溃烂。明天还要吗？终于看到你了啊！看看你每天心不在焉、懒懒散散的啊，说是每天在外面跑业务，你的压力有这么大吗？你每个月业绩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，要给自己压力，怎么了？我想你，你还不高兴呢？您就是说存100万的话，每年呢可以领到。那好像有点吵哎。那你再等我一下。Thank you.
发生什么事？现在停，没有事，我帮你叫救护车。姐，走走走，别别别这样，我现在，这边今天可能是这边，快点，我现在。Ah!
小木屋，你就这面墙，这么多僵尸，我怎么活下去？不行，我们一定要活下去，我们需要更多木头。
万。等一下，我算一下总共要几根木材。小木要24片，啊，一片要5根的话，他没子弹了。出血不是我的强项啊。Thank you.
你干嘛、啊？没有，我刚以为我变僵尸。
you
僵尸。在你的后面有一个活尸，还有一个半活尸，你却拿着枪使用，你给我解释解释。他不会咬人。人类和活尸共同生活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。不能接受，那我就带他走。Everything that you want.
动力。
快乐的结局不常发生在我们生活上，你不能随时做出想吃的食物，买不起一张奢华的双人床，和你喜欢的僵尸女孩一起睡觉，更不用说一套高级的衣服。但在干嘛？我刚以为我变僵尸。白痴哦，你也太认真了吧！明日之后的第一个末日，你想和谁活下去？是朋友、家人，还是女朋友？抱歉，我忘记你没有女朋友，但你还是可以和单身的朋友们杀僵尸、搜资源、盖房子，大家一起用力的活到最后。明日之后，下载不用钱。抢的，是我打到了，好不好？我要玩僵尸！我不是僵尸，我是小孩，那么多僵尸，一个人玩会怕？几岁啊？怕僵尸？我9岁啊！我九岁啊！我要玩僵尸！影片结束喽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一定要订阅《夜市特工》。很多观众都是那个外国人，英文讲得不太好，那就请我这个很会讲外国语言的女朋友Marina 来帮我讲一下。
If you like our video, please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もし私たちのビデオを気に入ってくれたら、ぜひチャンネル登録してください。他超ビデオ狂道，我也能够听到多一下。海浪起的，海浪起的跳水，经过熊队。我没有转，我还不跳的话，你觉得刚刚香不香？香不香？好香。掉下去走。你过来的时候，到这边的时候就直接往后倒。好。别碰。啊！太快太快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五四三二。好。我们回家。不要这样，你这边，这边，干净的那边。三二，好，一个，打掉。四三二，来，冲冲，好，可以了。这旁边是我们夜市特工的前实习生，现在已经不算实习生了，因为毕业了。生意再好一点的话。就有机会了，看这阵子，会啊，快了快了，夜光生意已经越做越大了，快了，真的。小峰很忙，需要个助手。今天下大雨，夜光坚持要拍，他的精神真的是很可嘉，希望我的薪水也是很可嘉。夜光，今天拍什么？末日题材的手游，然后里面有很多僵尸，所以刚好可以让我发挥一下拍僵尸的专长。超辛苦。都是一般人看不到的辛苦，然后我只是有一点花心，没有啦，我现在正在改，然后就被退订。五四三二，好，可以，啊，老天，这边也是，你这边是震惊嘛？嗯，这边真是有点悲伤。啊、你说我的我情绪是什么？震惊的悲伤，震惊的悲伤，那个那个字。哇！一直发疯。可是我其实这次演的已经不是很僵尸的僵尸，它就是有一点唯美的那种。对啊，有点人形。所以那时候我听到，本来想说我会被画得不成人样。有点兴奋，就后面大还是看得出来是我啦。啊，对，我们这是阳明山上哎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我最开心就是有这个小木屋。我第一天的时候冷到失温，然后中途休息时间，我说我不行了，我一定要去泡温泉，然后都在里面泡了大概半个小时，大家在外面等厕所，很舒服哎，是认真的硫磺泉哎。我觉得阳明山这里还不错，而且其实今天天气很好，每个景都有去拍，到下面还有一些流水什么的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边还蛮漂亮的。如果樱花季，应该三四月一定很漂亮吧，所以大家要来玩。这次呢，我很开心，叶公终于找我拍片了。然后想到，我看脚本，我跟叶公两个人一起并肩作战，我觉得很开心。结果没想到，我就是在那边当尸体，妹也他救了，僵尸也他杀了。然后嘞，帅也他还耍了，我就在旁边打造功能的感觉，我觉得我还是非常开心的，因为很久没有拍影片了。好，因为之前的事情呢，就我大概尘封了一年之久，所以就很没有作品。好，感谢叶公这次找我，呵，主角啊，知道了吧？啊，记得哦。哎，我是文成，我叫啪啪，我是阿信。有，我好像很常看到你们都有演僵尸的角色这样。然后我是第一次演僵尸。对，是要你演那个很会武打的僵尸，可能比较需要有大一点的动作，肢体动作，对，会可能摔到地上之类的。
是在阳明山又湿又冷，这个太阳也是假的。因为还蛮浪漫的啊，就是刚好配上这个小木屋的那种。你慢慢浪漫啊，我们先回家配小木屋好了。你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东西？这个绳子，这绳子是 VR， 就是钢丝。对，然后等一下会有两个人被枪射的时候往后飞，怕有一些尖锐物啊，或是石头。对，像这种人的话，我们其实都会把它弄掉，但是它挖不掉。对，那我们就尽量避免，或是用垫子盖住。三二走，一二蹦。哦哟，那个，你要直直的躺。对，你会被他踢爆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三、二，走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三、二，走！炸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三、二，走！叶公，我们可以跟你新款买新鞋子吗？有点可怜。这应该洗过去了。我不知道。没救了吧？这原本是全白的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一定要换新的。四三二。好，可以 ，OK， 好。三二，我们要进入小木屋，这个概念强，这个僵尸有这个活下去。不行，我们一定要回下去。嘿，大家好，我们这次来到金山的游憩区。我们这次拍摄场景有树林区、森林步道，它非常的漂亮啊！大家记得三四月的时候，樱花，台湾的樱花季，可以来阳明山这边走一走，这边樱花开得非常的漂亮。那个木板的制作还蛮有趣的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问一下叶公粉丝团。我会回答给大家，让他知道这道具要怎么做。这一次非常感谢 SOV 数位隐形矫正赞助的我们的牙套，拍拍的牙套。你想美白牙齿，你是爱漂亮的时候，我都可以去那边哦。你可以躲也没关系。我往下砸。可是你既然打完第三下再躲。啊？我往下砸吗？还是往下放？放就可以。三二来，看，看，丢，太晚了。丢，好，四三二了。傻笑，干什么？你去演魔镜号啦？那是演魔镜号，你去骑魔镜号啊？叶公来干嘛 ？Day two， 第二天，累，这样拍业配真的累。真的累，前一天冷得跟什么一样，今天出大太阳，这样捡起来会联系吗？不熟。有真的吗？真的拍出来？有，很重。你要不要练一下？你说，对啊，前几个月我跟你是差不多啊，瘦不拉几的。你是肥啦。叶公，我粉丝数要到多少才可以演男主角啊？你一个当过男主角哦，好嘞，我不要头上装屎的那一种。老天，老天，我掉了，老天，我掉了，我，我没有转，哇，他不掉，哇，好死了，这个摔太大力了，头摔头晕的。你觉得刚刚香不香？香不香？好香。掉下去的角度，画面都还顺利哦。我觉得非常 OK。绝对不懂，很有自信，画面绝对稳定。网友是可以看到，大部分的影片都是出自你手中的，对不对？对， okay， 不错，一定比更好。好，可以。哦，这个是拍拍的牙套，你有没有看到患者姓名乐福？然后你看这个诊所的名字就是舒服没？你今天舒服了没？这支影片的花絮下面留言，然后我们就是会抽出幸运的得奖者。然后这个东西，这个派派的牙套，我们就会送给他。不过这是你第一次画僵尸妆，对吧？我真没看过，我看过。而且我蛮会演僵尸，这都要示范给那明明看。有这种妆。
你有没有看好啊？真的。什么叫僵尸？什么叫丧尸？我们这支影片的全部的场景，几乎90%，就是都是在金山油气区，很美吧？因为那时候来看场地的时候，就想要找一个哦，像荒野的感觉，因为客户说这是一个末日的题材嘛，那不希望在那种很多人的地方，然后就找一个这种森林，然后又因为这游戏的特色可以建造屋子，然后屋子又不是一般的大楼，所以我们就选了小木屋，它这边刚好有湖泊啊，然后小溪嘛，一些森林的景，还有那个森林步道都有，嗯，然后来这边家里这边烤个肉，带狗来玩一下，还不错。今天是第三天，要补拍一个，其实剪完之后才想到了一个桥段，想说这样可能会比较好笑，但是难度颇高了，所以等一下挑战看看，看能不能一次 OK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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